把那个吃东西的东西拿过来，对不对？那个东西看起来就像酒，万一有人看觉得蜂蜜柠檬。看中球的，给他录的。因为他就说，你好像很面熟。
啊，就是有些今天发一百就起了，然后压一百，他正好今天不稳，那他反手就一直起我。他反手呢？反手。因为他今天发球很不顺，对啊，我也发球。他今天发球也不顺。没有，他今天跟我练球的时候打两个。今天发球。都扯起来了，不错。不是我还是怪怪的。他今天发球也不顺。都是领先，我那边。